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河北平原地区，日军建立了4000多个伪政权组织，叶县地区是其中一个。前镇长的妻子，如今的梅寡妇及其母亲梅妈和温大夫都是用毒高手，傻丫的父母老王及王嫂则是出色的伪装专家。日军翻译官带着满腔对镇民身份的怀疑开始了逃亡，奇缘小队的神秘失踪引起了日军叶县中队的注意。山田中队长亲自到小队经过的地方沿线查探，山田被成功的误导，以为流血事件是长虎与萧月因为女人而起的争执上升到斗殴的程度。山田责骂二人气急中风，只能留在霸下镇。副官一人离开霸下镇，前往叶县汇报调查情况。卫生防疫之事切莫疏懒，东西扔掉，空手干，空手干，别欺负！行了行了行了，不干，人家不敢。我是规矩人，我打了，不公平嘛，对不对？没法打嘛，不玩了，你赶紧回去。10块，小月20，30，40。掌柜的，加油！掌柜的，加油啊！掌柜的，全
的，给我打的！不能输啊，掌柜的！掐他，掐他脖子，掐！掐你打我干嘛？我掌柜的，那不也是我掌柜的吗？我掌柜的，我掌柜的，我掌柜的，我掌柜的。打呀，接着打，不嫌丢人啊！骚娘们，你也知道丢人，为什么又开水泼呀？滚，都给我滚！站住！这大中午的，这叫什么事儿嘛？啊！这是大案呐！啊！况且还伤及本连长。报告连长，好久没出大事了。既然是大案呀，一定要公审呐！啊，对，公审，一定要公审。没错，一定要公审。龙角，哎，到，征集全镇乡里啊，若有半数认许，本连长要公审此案，为正风纪，以赴群情啊！或前来巡查的日军小队，让所有人的亢奋瞬间都冷却了下来。你在苦累了，走开，走开。齐元准尉，今天您来是例行巡查？这当游击队，老子还真要当游击队了。那你。哎，齐元准尉，齐元准尉，哎，听我说，哎，听我说呀，他不是游击队，他是酒坊肖掌柜，肖掌柜啊，你看酒坊肖掌柜啊，哎呀，是肖掌柜，你喝过他的酒啊？你说什么呢你？红中聚会，还有警务人员参与，想干什么？哎，这就是新旧思潮的一种碰撞。啊，等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我详细的跟你解释，行吗？赵王、肖月，还有打架的目击证人啊，跟我回政工署诉请，其他的人呢，各回各家啊。把这个月的纳捐准备好了，回头我让龙九上门收纳，听清楚了没有？啊，回去吧，回去吧，啊，哎呀，都走了，走了，散了，散了。是这样。这个酒坊肖掌柜啊，他老婆和铁匠常虎之间发生了一些桃色的行为，争执不下。本站长呢，就召开了这次公判大会，以扶持正义。这话到底是谁的？还我！真是孤单的东西啊！说，哪里的？我的。小孩玩的东西。真是孤单的东西。
叔，您呀、啊，别问他，我们这孩子傻，他前脚事儿后脚就忘了。那你说，哪里的？我也不知道。你要非说这是古代的东西啊，没准这孩子昨天上后山去玩去，下大雨把那个野坟给冲垮了，然后露出来的，没准是。太君，这是棺材，棺定说葬，不会在平民的坟墓。你很不老实。哎，太君，这个事儿我好像知道一点。你，啊，你刚才一说皇宫，我想起来了，当初啊，我听镇里那些老人说。这边有人进宫当妃子的，没准死了以后又葬回乡了。对对，我好像也知道这件事。带我去后山，我要砍柴。后山那么大，你们就这几个人，再说也只是个猜测。带我去后山。是，齐元准尉，您看这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这看墓也不是一时半时的事情啊，要不然等明天天一亮，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再去看墓，怎么样？哎，你的枪。三颗子弹，就给我配了三颗子弹，几年下来也没用过。这样的弹金车。署长说的，拿枪的要从人口最多的家庭里选。我们龙家拴着一大堆性命，打死也不肯造反。从现在起，所有人不允许出镇，明白了吗？明白。从现在起，所有人不得离开霸下镇。舞台前、俺は京都大学の歴史学科で学んだからよくわかる。宮廷の品は平民に流れにくい。これは匂うな。いいか、村から一人も出すな。いいな。1938年起，中共组织便在密切关注着沦陷区长江水运线上的这座小镇，因为鲜有人知，这里每一位镇民都有其隐秘身份，他们闲散生活的背后承载着重大使命，重大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获知其详。找我来干什么呀？萧月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判错了？你判的案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是被你误导的。你脑袋里面是浆糊吗？这么容易被我误导？是。那你说，你挤兑萧月是起哄啊，还是真的这么想？李作文，你不觉得你很无聊吗？说点正事儿吧。小鬼子的事儿，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还真是皮糙肉厚，挨完板子也不抹药。真不觉得自己丢人啊，大中午的，伙计还在隔壁干活。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爸爸，你赶快睡觉。我睡不着。小北睡不着啊？妈妈给你揉耳窝子啊。好。
瞧这鸟叫声学的，不像是下下令，倒像是在挨了板子喊冤呢。哦，掌柜的，我那工钱给玉红买镯子了吧？改天给你补上不就完了？烦不烦？明儿是大集，去买点干货回来吧。咱这对寡妇还真够忙的。能这么跟当妈的说话吗？我总觉得这毒药有点过期了。不都说温大娘药不靠谱吗？别呀，外面都传言她治死过人了。治死过人，谁看见尸首了？站长啊，三哥，哎，你打点水煮茶。好，好，好。爸妈，大伯，小姑。都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动手？天阴没有月光，等清晨吧。好，4点钟动手，4点10分结束。在过程中，不能有12分贝以上的声响，否则就有可能惊动日军报警。战术方案呢？龙伯已经绘制成图，坝下镇3面环水，北向连山，所以日军要封锁的话，一是水面，二是小镇北门。日军连齐援准备在内，一共是9人。他们封锁的时长为11个小时，所以他们会采用 V6 的作息方案，平均每4小时有2人可以得以休整。要不然就没有东西给小鬼子陪葬了。9个鬼子10分钟无一活口。
嘿，金燕，你看这娘们，看这小优势。嗨，这说正事儿呢，瞅着这女明星的图片就看个没完没了的，你出息行不行？这些老娘们就是太矫情了，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是宏观断了个红案子吗？怎么就事态严重了啊？怎么了？你们看见月红了吧？啊，带小北采蘑菇去了。哎，你说人家还跟没事人似的，摊上这么个媳妇儿也够肖掌柜倒霉的。哎，你说尤真也是啊，平常不爱说话，这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的。你看把那个李从文给绕的，是他自己转不过劲来，赖谁呀？哎，这里可有门道啊！你说崇文这个人吧，平时看得挺机灵的，偏偏一见着尤真呢，他就转不过筋来。你也看出来了是不是？爹，有事没事别扯上我。您别聊了行吗？我这拔牙呢。谁没拔过牙呀？哎，这事还真扯得上你。你把人从文绕昏了头，哎，肖掌柜倒血霉。这是惨绝人道啊！对，你说这肖掌柜能忍得了吗？没错，我觉得肯定要出事儿，要出肯定得出。你就盼着出点什么事儿是吧？你有完没完？把我当回事儿行吗？你什么事儿啊？叫我说呀，非出事不可。你说这肖掌柜是个男人吧？他是个男人，他就咽不下这口气，他就得想着办法，狠狠的制止这沈耀红不可。这事儿全赖我吗？当初你没跟着掺和呀？这个事儿啊，还真得赖你，连傻子都看得出。崇文虽然是因为一时糊涂判错了案，但是，他多多少少也有点讨好你的成分在里头呀。哎，大夫，您认真点行吗？再给我拔错了。小五，多大点事儿啊？至于吗？怎么不至于啊？都说他致死过人的。放屁！那你说我坏是哪颗呀？顺时针第四颗。啊，你看你这个人不大，这疑心病可是不小啊。可他说你不识数的。我送你五个大字：一派胡言。不要脸的，你给我听好了，咱俩的事儿没完呢。没完？你是哥吗？你信不信？你哪块最大，我切你哪块。哎！朱天赐那个混账！肖掌柜，屁股这伤，落下了，有你什么事儿？老东西，我叫你被雷劈！你个小猪崽子！张朝阳，你干什么？把我吓死你了！新缘分对失踪的一事，霸王大队是怎么看的？这由于接到调查令的时间和新缘分队应该返回的时间相隔了一夜，这其中肯定会有很多的不定因素存在。哎呀，这给我们的调查工作带来的困难肯定不少啊！啊，但是我们一定全力而为。
弁用準備しろ。自分が直に調査をする。了解しました。肖掌柜气不过，给常武下战书了，你知道吗？啊？那战书是怎么写的？没用文字写，是当面给常武甩的狠话。我跟你说，龙九，这个可是大事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算什么屁事儿啊？崇文呢？我可是有大事找你商量。啊？什么大事？我想让你做我们家小妞的爹。哎呀，别闹了，我这还有公务在身呢。甭管我们家尤真怎么样，你说你喜欢不喜欢吧？身为本镇长，我对尤真的情感呢，李建成。哦，是是是，您是？啊，叶县中队山田齐武了。哦，山田少佐啊，你好，你好。不请自来，没有打扰你们吧？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您说的中文太流利了，我这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啊。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您喝水。啊，谢谢。啊，山田少佐，您亲自来是有公务在身。事情是这样啊，昨天七眼分队李信巡查，随后却音讯全无，所以呢，我就想沿着巡查路线了解一些情况，还望李先生多多给予支持啊！哎，哪里哪里哪里，这是本镇长分内的事儿啊，请放心，山田少佐，您是希望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多说李舰长齐敏离线颇有威望，可不可以他有在舰上爱抚作坊一下？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小事一桩，小事。小心点行不行啊？哎爹，你说你都找下脚或什么呀？想嫁人你嫁呀。哎，你说像他这种三分假粗的屁拉子镇长我才看不上呢。哎呀，太君也在啊？还有一位太君呢，山田少佐。山田少佐好。哎，你好。甭说些别的啊，你拔错了牙还要我赔钱，有这理儿吗？姐姐，我这只是一趟一趟的在大城市里买来的。我管你什么城市呢？你知道这多贵吗？我管你多贵。文大夫，文大夫，哎呀。李镇长，告诉你啊，他就是一老流氓，知道吗？他把我那么多器皿都给我扔了，我这不都过去的事了吗？那医疗纠纷吃了中午饭就过去了呀。你知道我那些器材都是一件件的买回来的。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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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搁置争议，搁置争议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山田少佐，来镇上了解一些情况。哦，是为了肖掌柜对付常府的事吧？哎呀，都惊动了皇军了。这事跟我没关系啊，是我们的七元分队李信巡查之后失踪了，所以我想他杀的，他杀的，他和老流氓给杀的。难道疼？不，你这个不是成心害死我吗？这话能够随便说的？你拔错了牙还让我赔钱的，你这种没有良心！能知道？李先生啊，哎，我之后入府做饭的时候，你跟那个龙金家在门外等我吧。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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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怎么就胡扯淡呢？哎呀，这瞎扯淡呢，才是最好的反侦讯手法呢。可我看你是什么人，越活越傻了呀！真是。他们拿走了两只鸡，两只鸭，几桶花生油，四袋大米，还有一头猪。走的时候日头已经靠西了，然后他们就上船了，然后那船就开走了，那船开得特别快。
是王旭开的，您怎么知道的呀？这些别人都说过了，我叫你们呢，是想核实一下从其他人得到的消息，是谁在船上动了手脚？有人在船上动了手脚？只有你们和我，用不着瞒着，放心说吧。不会是镇上的屁孩子淘气吧？不能够啊！您想，那船是铁皮的，那能动什么手脚？哎呦，不会是船沉了吧？啊！都在核实中。您走啊！什么核实信息？诈供的手段粗糙，没有特勤的工作经历。但长官亲自出马，看起来啊是要彻查到底呀。骨头都化没了，他查个屁呀！那个日本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没想到蹭一家伙就把刀架在肖掌柜的脖子上了。可肖掌柜那人倔驴，别看当时啥话没说，其实压根就没震慑住。日本人一走，他就给长谷下了战书，说是要革他的蛋。一堆废话，我们是在调查失踪。啊，失踪了？谁失踪了？便是你们说的里边小伙子，包括他的死者呀。那这事跟肖掌柜他俩没啥关系。我也没说给他俩有关系吧。那你打听他俩事儿干啥呀？闭嘴！是你们一直在提他们俩的事儿，我们根本就没有打听过，没有。焦躁情绪出现了，看来他们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了。咱会不会太轻视他们了？哎呦，多大点事儿啊！齐渊准备在巡查完几个重点住户之后就走了，那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听他的意思，好像是想要在入夜之前返回县里。山田少佐，我想了一路，预感不太好，八成是不是他们出事儿了？往上细了说，你想啊，他们是黄昏之前离开的，哎，那无论如何，那天黑了他也到不了县里呀，对不对？你想一想，这周边的水域天一黑那就不太安全了。山田少佐，这就是肖掌柜的家，酒坊在门脸后头了。哎，这什么？哎，梦娜，好怕可孙子嘛！是是是，少佐，您一定要理解他，心情不是太好嘛。哎，小朋友，你过来一下。他就是个窝里横，地头上拔墙掀瓦，见了生人就哆嗦拉稀。啊，小朋友啊，我想你问你一件事儿啊。昨天来见山的那个日本主任啊，大概几点多钟？我没有手表啊，我不知道几点钟。太阳是快要落山了，你不要吓我，我还要帮姥姥做饭的。谁吓唬你了？啊，你哭什么哭？没出息的东西，走走走走走走。李先生啊，哎，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左边的那个水域勘察一下？可以，当然可以啊！啊，山田少佐，我能留在镇里吗？这肖掌柜和长虎这样，我怕出事儿。好吧，那你留在这里吧。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是是是，很重要，很重要。请，请，山田少佐。
这什么？没见过吧？这玩意儿兽医用的比较多，是按猪的。你没完了是吧？我说过，我要让长虎变太监。过门到现在你都没碰过我，你赖谁呀？我们不是真夫妻。那你吃什么干醋？我这是为小北干的。把你安排给我的时候，小北还没断奶呢。你别忘了，上峰给咱们的任务都是生活。长虎成了太监，一样生活。全镇居民都是密诏的特勤人员，都是大拼活，都能理解我跟长虎的关系。你怎么就不行了？我们是特勤，但我们的孩子不是。山田少佐，您在闻什么？空气里好像有银丝花的味道啊！啊，可能是地荒了，什么都长。啊，沾沾湿气，大夏天好像个世外桃源。朝夕林边，羡慕啊！世外桃源啊，如今还能有这样的地方，不容易啊。是，不容易，不容易啊。其实这些年我刻意的引导霸下镇的居民只顾眼前三分地，莫闻窗外纷扰事。其实霸下镇的居民呢，并没有那么安分守己，偷鸡的，摸狗的，扒寡妇门的大有人在。只要是不太过火，我一般都是嘻哈了事，甚至啊，希望这些驴杂狗碎的事情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为什么呢？您想一想啊，都自顾扫着门前的雪，哪还能掺和外面的事情呢？啊，李县长啊，没想到啊，你颇有一些及时之才呀、啊，山田少佐，您过奖了，您过奖了。我只是不愿意看到镇上的居民为了不关自己的事情而伤及到性命啊！他们都笑话我是面奸人鱼，哪想到我的苦衷啊！啊！等等，这是干什么呀？少佐，西苑分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不也帮着您查呢吗？我老乡镇都转了口，给我说话，你是机器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儿？我真不知道，山田少佐，我是看着他们走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没骗你啊！苏师傅，苏三下，苏三下，山田少佐，你别说，别说，给我说实话。一，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二，别二了，好的。好了，我是太过小虑了，所以多疑了些。是啊，山田少佐，我真是全心全意，没有二意的对待您呢，我是真心的，我是。懂了，怕是怕成这个样子啊。你又怎么敢欺骗皇军啊？是，哎，走吧，咱们就穿吧。我对你们真是全心全意的，没有二意啊。我放开我！
活要怎么过，你自己选。哎，我兜里有东西，我兜里有东西，你看完之后再可以不吃。看清楚了吗？日本货。那支小分队，咱们漏掉了一个人。遮挡视野，一般到了这片水域，如果道不熟的话，很容易迷路啊。这一带啊，坡道纵横交错，游击队的活动非常频繁。大白天不至于，还不至于吧？看这个鞋印。鞋头朝西，可从鞋后跟入土的深度来看，它是使劲踩出来的。泥鳅是想误导大家往西逃逸，而事实上，它是往东逃的。往东走是条死路，他要知道这一点，唯一的可能就是下山。他溜进镇了。那是什么？那好像是老王给的那头猪啊！站住！奇怪了，没有其他掩体，就是搜不到泥鳅的踪影。是这样，就刚刚被移动过。混蛋，泥鳅躲进地道里了。清理行动痕迹的过程中，有人用过这处地道，估计正好被他看见了。对，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转移。小雨，这下麻烦大了，地底下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而且还分了两层，没有一整天的时间，怎么搜得出来？更怕的是，他偏巧在山田回来的时候冒出头来。調査のご判断通り、犀原の部隊はここで包囲攻撃を受け、沈没したと思われます。船首の破損が原因でしょうね。現場に死体がないところを見ると、すでに片付けられたとかと。
遊撃隊の典型的なやり方だ。周囲の民衆たちが災いに巻き込まれるのを避けるためだ。山田少佐，接下来我们是，西敌北转移，陈床，吴大老必要。我们回去吧。啊，好的，好的。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够呛了。这么长时间，连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吗？你甭琢磨发生的状况，就连山田一块做掉。两拨人都在过完霸下镇之后出事，猪都不会相信这是偶然。但凡出事儿，鬼子会把这变成做死城。我没想这个。我觉得最快的方法是让温大夫配置大量强刺激性药水，从各个地道口灌进去，把他熏出来。对，留一个地道口守株待兔，其他的全部封上。封上以后，刺激气味不会蔓延出来。如果山田回来后泥鳅仍然不献祭，咱们就把最后一个地道口也封上，干脆把他熏死在里边。药水的浓度是够的，你要盯住他呢，一定要把地道口封住。好。要不要我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不用了，谢谢你的配合。我对齐元等人的不测深表哀悼。哎，中国各地多少个八乡镇一样安分守义，大东亚的工农阶级理想风格牺牲呐。山田少佐，情况怎么样？有料之中啊。山田少佐，您是返回叶县呢，还是？哎，李县长啊，麻烦你安排一下，做一些简单的吃的，多肚子饿了。哦，好说，从这儿拐过去就有一个鱼塘。山田少佐，我为您抓两条霸下的白鱼，让您品尝，如何？好，好，镇长，去吧。那您先带山田少佐过去，我让其他人把饭菜先做了。好的，好的，好的。这样就没什么气味了。对，我觉得用不着守株待兔，温大夫的药水霸道，你就不一定扛得住。大伯，肖掌柜，山田回来了。李从文暂时把他绕去鱼塘，给我腾空过来通报。你赶紧把门关上。哦，好，咱们搬块石头压上，不守了。
道了，甘家呀是老养的，池塘里的鱼是又大又新鲜。在鱼塘那边。啊，这夸奖机啊，那个天哥呀，忙忙碌碌，连箱东西擦不完的。哎呀，操心大事熬白头，操心小事跑断腿嘛，应该的，应该的。对了，小掌柜严格掌握的那个事情啊，也不知道解决了没有。是啊，我一想到这儿啊，我脑袋都大了。我那个天哪！这畜生谁训练的？劲儿这么大！陈虎，你先走，我跟龙九清理现场，等山田走了以后再处理。走吧，来，把他拖到那下边。什么？长虎？刀血没了，正撞着山田。你从那儿走。做什么？你是不是跟肖掌柜打起来了？你闭嘴！
不要他说的，他们太不省心了。长虎，王八蛋，我今天非杀了你！你没跑了是吧？你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你但凡看一句还在。别说了，你们这是干什么？非得捅出乱子不行啊！太君。没事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都乡里乡亲的，打起架来啊，往死了下手啊！啊！你冲我喊什么呀？他先动的手。这叫可耻！嗯，同为山里啊，什么纠纷都不可商量解决，居然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如果你们不想在监里安分生活，那好，我发配你们立和平军上前线，要不要？哎，不要不要，太君，我。我们知道错了。那好，那你们自己说吧，这事怎么收场？和平相处，互不侵扰。那好吧，现在我做个判决吧。嗯，小贺，陪你到这儿。少爷，你发起，从此祭王普主。长虎，宝剑，这个事儿过去了吧？过去了。好，首长，赶快送我去诊所，快点。你把手活动一下。哎，不要紧了，您是轻度的中风，我们治疗的很及时。休息两三天，没问题了。那我今天回不去了。怎么能这么快呀？总得要休息个一天半天的吧？都是你们给闹的。是是，是。喂，今晚ここで了解する。君は戻って犀原軍隊のことを師団本部に報告するんだ。
山田少佐，太阳就要快落山了，路上再危险也要回去，这是军人的职责。大夏镇人隐隐觉得山田的忽然发病事出蹊跷，但谁也没有想到山田已在病榻前暗示副官立刻调集人手兵围霸下。事实上山田有丰富的侦讯经验，他早已感觉出了霸下镇人的诡异。秘密事項が漏られたため、直ちに設備を調査を行い、その場一切の公務を禁じ、すべての兵士に対して許可なくして駐在地から離れることを禁止する旨を伝えた。わかった。今部隊の中には重慶と共産党の特務が専務している。今回の作戦告知だ。奴らには絶対に知られてはならん。みんな準備できた。よし。24時きっかりに作戦を開始する。部隊の残る兵士には隠蔽工作を行うのを伝える。もし敵にここが空城だと知られれば、今回の作戦は2部隊に分ける。第1部隊は貴様と俺を含む4名。機動船に乗り、後方から出発する。第2部隊は16名を3つに分け、全員に着替えさせて、陸を離れさせる。その後、貨物船に乗り、バーシャジャンの水域に接近、潜水して上陸。服装を着替えさせて隠蔽させる。さらに、バーシャジャンから5公里離れた水域に、貨物船に偽装させた通信線を配備。兵士を2名乗せ、作戦中の通信に備えた。山田少佐，您的病啊还没有恢复好，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身体啊，要不然您跟我回镇公署去好不好？不犯不犯啊。难得今天我再辞职逛一逛啊。慢一点啊。对劲儿啊。聪文是说我们会不会太轻视山田了？他就是个军人，没有看出他有从事谍报工作的特征。如果他是扮猪吃老虎呢？你有什么发现吗？山田可以下地走动之后，他就在镇里转悠，好像是急于通过锻炼身体来恢复自己的体能。但是我总觉得他对霸下镇的好奇心过于浓厚，山田对镇里的一些物事，尤其是家具非常感兴趣。前天他看见秦先生在修理衣橱，便上前讨教，得知打造工艺是出自宋籍的营造法式之后，便把这本书给借走了。镇里依据营造法式构建的，除了家具还有各处机关呢。没错，山田的好奇心并不局限于此。昨天他去甘家鱼塘钓鱼，据甘英才说钓了几个小时一条鱼都没有钓上来，与其说是钓鱼不如说是观鱼。观鱼都是些食用鱼，有什么可观赏的？之后他向甘英才提了一个问题，鱼儿游弋一般都是围绕着池塘在兜圈，为什么这里的鱼会纵向徘徊？它的位置正好在地道口。没错，那是镇里最隐蔽的地道口，沿内的通道随地势而上行，低于池面的一段会有水，难免会有鱼儿进进出出。甘印才怎么回答的？并非所有的鱼类都是这样游弋的。山田什么反应？没有再追问。哦，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些犯怵了，
昨天下午我们俩在对北残局的时候，山田进来了，看了几局，然后给了些评说。他绝对是个围棋高手，之后还主动提出跟我对演了残局，一共四局，你三负一胜。没错儿，我胜的那局是出自一册日本的残棋谱，没有传入过中国。我只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观摩到的，当时连输了三把，注意力全都在棋上，竟就忽略了这一点。如果山田是有意试探，这就冷落了。别急，这些都是模棱两可的事情，也许是我们过于紧张了。如果山田真的是扮猪吃老虎呢，那问题就大了。这说明此人不仅是从事过谍报工作，而且绝对是个高手。他瞒过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没错，他还会发现别人根本注意不到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给山田骗了。你们看，这是我在山田的衣兜里头发现的。这是什么？蛇腹草的花种。这种东西把它研磨成粉，只要接触人身体的破口处，就能够麻痹血管，使人有一个轻度中风的症状。我在今天给他打金针的时候，发现在他的手背上有被刺筋刺破的伤口，我们都给他骗了。身体在哪儿？我来的时候他把孩子都叫去上私塾去了。什么？孩子们啊，不能光会背诗啊，你得激励他们的创造力啊。是是是，这方面我一定加以改进。我们只去外边聊一聊吧。哦，好好好，来，请请请。关门。哦哦，山田先生，这怎么回事啊？我七月分队，为什么面向七月分队？山田先生，我是真不知道。发下去，全都是什么人？哎，他们都是良民呐。说，我你不说，就要死。山田少佐，你这是干什么嘛？啊，这。担心孩子不会，我说的对吧？